建明老师辛苦无安怎操，伊慢看宝宝康快娱乐化乡里单元服务，希望陪伴咱现场贵宾和朋友，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、难得也安眠。公关经验哈，在新春内新的个安排内，那特区青春活泼，我们实力派唱将来邀请我们的雪雪安排第一首客厅的歌曲《挺立告队》，一首我们蔡小虎相当经典的歌曲。接下来挺立告队。有人跟你点歌，不会就点那个杯好秀的吧？我是，那里面没有看到有点的歌，我是写的你哦。谢谢，刚才不是有。